关正，咱的神，今日是用灵魂，把我这个六神呐，专注伫遮。这就是咱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关掉了，是咱照着这条天元的灵气，咱要行的是顺利啊，上苍伊的显化。哎呦，我将着这个心啊，归零啊，是伊清净一世人，我才有金宝降落心，恢复清净咱家己的心明，是咱恢复正法正理的心，向着咱的运遮尔啊清，上天伊的灵气。献开着我这个心，顺界，上苍的法界，只有生出着我的心落来，恢复天意一点心，爱咱转的是天意，浮的是正东西，这是咱见宝的天元，顺落来这个心嘛，清咱的界。灵魂若这么静，爱咱做主显的静，这是对着咱的无形天意，回着正法这条心灵，根本牛牛伊的天界，只有清楚咱的自在，元天的灵气，看出着先天这条心。是咱无形这个天地各有养动的，咱的心气、灵魂伊的本源性，只有找出着咱原来迄个心，拢是顺界天，接到倒来咱母娘的圣意，拍通咱原来这条心性，是咱有一点天元的灵气。咱再来讲出家落心性，灵魂伊的法界，生出着咱的正法自在。最快是这条灵气，掠定则是顺天。灵伊的本源性，是咱这条清法心。我有母娘的灵气，则带有金宝啊。降心性，是咱主要这个天命。咱来讲着顺家的神，有咱对着清净这个天理，咱才带有顺家这尊元气啦。灵伊的本源性，转咱顺家这尔啊深。我有母啊一条灵气，恢复通灵。这条心是咱顺家一世人，我再来行有这么稳的天命，拢是归咱原来这尊心，这就是咱通天的本意，心活动来做神啊，这尊，这就是咱的本性，落家咱的现定，转伫咱的心稳定落来。到着清体法界，咱只有这个心嘛，恢复原来迄、那个自来心，这是照着天元这个真如，咱修掉内观，有我这条清澈的天理，我再来行向顺界心啊，是咱本灵本天界，做主啊是现主事。我以清净落定，再来讲着顺母这条心意啊，恢复通天这点灵气，我爱向的顺界心理，无形伊只有讲天灵，转入着我这个心的安定，拢是顺界这个天地一点灵魂来做起，我以清净。
落天性，拍通我规个关形。这是母娘的灵性，助我这世人献出，是咱直通这个先天神，抓定伫咱这个心内底，是咱本尊慧妙，是咱通灵正觉界，生出着清净，咱这个自在。上天伊的灵性，予我通感脑神会清，这是兑现咱这条灵伊的注定。无形界爱咱这条魂，这个觉性会通，安那则接会稳，会明白咱现主是灵伊的走出，这就是咱讲的天理，咱的出入啊。会当顺着母娘啊，这个原性，咱会当抓定现主时，咱顺着这个心意，拍通咱原来金母啊伊的知识，拢是显化咱的灵性，来甲真理啊，这个心有咱顺甲现实性，转咱在世心的情。灵魂伊的本意造法界，听正咱的心内，奉着清净这个天理，只有选择咱修行这条灵气。上苍伊爱咱无形的情，这就是咱主观咱的性能。安尼咱才会当讲原人的本意，得到清净这个口语。我会当行回通灵这个性，直观咱的本源神，出家咱这条心，拢是直通这个天界，天心老母啊这个所在，灵魂伊的灵气，行出着这尼啊纯的心。我有这条青天的子，再来讲纯家金母啊伊的心。有咱主要通法界，生着咱出定这个自在，这是咱一条清澈的天性，心内啊，咱的本心显露啊，拢是顺家这个天理，点醒咱在世间这个神出定，无形爱咱的禅定啊，锁住着咱的内外，就是咱的表里。这才是咱通天的本性，性命啊，合住。上苍伊的天元，只有来讲着清净咱的心态。有咱这条正法正理，咱才来增长先天的本意，灵魂伊的显露，是咱一心静住。咱爱则是上通天的灵气。抓定一世人，咱的心性有咱这条正法界，来生出着先天自在，这才是咱清楚的天理。抓定个人的心气，灵也自在，是咱搁再复原天。老母也来讲顺家献身，度到这点灵魂，咱来行的。通心顺下来一世人，咱只有接到先天的意。我有金母娘娘伊的法界，才来通我现在修咱一条通天命。我再来讲顺家现世时，灵魂脑主定，做主伫咱即马这个心中。我照老母这个关心。猜我在世，这种行为，拢是直通咱的心，我才会当现家己的意，照着通灵这条灵性，抓定在世上咱的心气，我来到无形这条天理，接到倒来完成咱的顺，得到青天的灵性。咱只有打通阿母啊这尊神明，我以这点灵魂的天理，
掠定在世间，咱照着天意，道来敬天为灵神，做基代表团圆，合咱这条敬天的灵气，心内咱只有顺感。这是阿母啊，在甲咱调整心的平静，是咱以清界这个天理，心内底啊这种净性法，天灵本源到天地，真灵顺家应天。老母啊，爱咱行的才是道心，是咱有稳这条灵气，是咱看到先天的顺势。天灵有无一条心，现咱行的顺天。老母爱咱这条灵最基，现咱是清净这条灵性，当下是咱的心归元。母啊，伊的清净现世界，心内底啊，生灵啊，这个元神。母娘爱咱有这条灵气。心啊，出家咱的心理，度到清净这个天意，心内话啊，咱甲关注，咱才会当以清净方便的法门，宽于的这个话语，入到咱怎啊这个实际，咱真心的话语，这就是交流，嘛是咱修通这个天性。阿母啊，爱予咱通甲圆形，这是咱主宰一点气。在世间，咱这条魂就要倒转来归元，落地清净这个天界，咱才会当行出着清净这个自在。是咱一点灵气，每一天学着心灵伊的自在性，这条则是咱的天元清净。教教咱这个心啊，有这条原形，度到清体这点气，行向这么顺的心性，咱有这么顺的天性，才照着咱今嘛这个心啊发射。今仔我只有照着母娘的电波，我才有这条清甲源头这个信号，恢复清净咱的本性。原始啊，这条核心拢是直接切入来，我心在当有这个话语，来向着这个无形界来讲话，这就是心传的奥妙。我一世人要行的，就是尊天，顺着母娘伊的性命，这是咱的心地发生，要照着天元这个天文。来讲到天理，这个时阵有咱一点清楚的天意，咱只有做伙行出着先天的理，贤贵则是正天性，见咱母娘则是贤世平。有咱这条正法正理，咱再来回到清净的圣意，拢是主要的法界，拢是行出着咱的现代。有咱这条清净的天性，咱再来讲悟出现主时的心病，这是对咱先天的灵气，掠定在世上咱的心理。有咱随着清净这个天灵，咱再来回忆有老母啊这条心清，这是带有原始这个味。今仔咱是咧讲出着这个道味道心。咱归元这个天性，阿母啊，予咱是上自然的，写出着咱即马这个心感，内底这条理路，青天有路正觉界，修行点起观神采，灵魂有照天意，排成正觉咱的心，这就是咱出元天的灵性，来甲咱的自心显明。恢复正觉，咱的天意代表通天，咱的心是咱顺家一世人，是咱真理建立者。我以原来的心意，再来讲通灵
合主持，灵魂要照天性，咱爱随家现世平，这点灵性归天来，咱才会当徛正正神在，有咱现主持的天地，咱只有做伙这条灵机，开源转过来咱的心病，拢是顺家这个天地。拢是平平，咱的心意，咱才会当出定无形界通灵为主。这是咱照着天元这个主心定，咱这条魂的主人，是咱照着天元这点灵性光道开源，咱的清醒无形伊的天理，只有徛正心中，咱出家这个天。灵魂有咱见无性，天大有咱先天性。咱爱是一世人的心一情，恢复正法这点灵气，搭来咱讲的清道观心，拢是正法这条灵性。一世人咱行的通灵，恢复清理这点灵性，来到真稳定这个天性。天元有路会无异，性中合家照天命，顺着原来这点气，通咱的脑神归母，拢是这个本体，拢是母体来教咱这个灵力。咱才有心灵这个精气，人生咱现主持发射，咱叫做本神，拢是主宰这个天地。拢是教子咱一世人讲的清净的原型，道来有阮现世故，转咱清净上天道，无形伊的本源神。咱再来讲顺家一世人，拢是得通这条灵性。咱要讲甲老母这条心的，这是咱随着天理进入着虚空这个灵机。天开灵源灵三昧，教咱一点灵珠，恢复通天精神，开源转咱的心明，这是咱的青天礼道，予咱来报告心团。老母啊，用咱的天元转过着咱的心，这种清醒，拢是显化咱的天地。度咱老母这条心意，上苍爱咱讲到愿天愿行，做主合咱的心，是咱有阮这点气，来生出着现代咱的愿心。阿母啊，有这尼啊清的心意，都有咱见灵魂灵性，拢是这尼啊顺的天神，咱才有母娘啊。这样的阮的心，这是上苍的天意，掠定在世咱的心理，发射着咱真法这条灵性，造基咱的天性，灵伊的本源，是咱转落来正天理，是咱徛正灵机。我有这样啊顺的天性，再来讲无形这条神。灵伊的自在，是咱一点通天的源来。我有一条正天的灵气，再来讲着顺驾咱的心理，恢复通天一条灵性。有咱行的现灵，根本也爱我集中这条心气，拢是顺驾这个天理，拢是交谈中。我会当行正我家己，现伫清净这个天理灵感，我有这条清净的天性，这是咱高阶的道术。我再来讲清甲原来这个天顶，恢复原来这个本性，灵魂有咱见无异，团灵有咱最主，这是咱恢复正常的天。阿母啊，爱我行的是先天性，现化是我的内定，
一世人只有传我家己的心，这是咱归母啊，这个天意，嘛是咱的音声，这个话语，拢是相共，这个天性，拢是接受倒转来，咱的天定，灵源有落现世形，转咱来到心安静，有咱母娘一点灵气。我再来行入虚空，我的顺序应咱天元这点灵性，来到真法这条原形，这是咱随着通天的真意。老母啊，显明我的心理，开源这条灵本，这就是咱顺家的天意。咱行回正法，老母啊，这条心啊。这就是咱天元的灵性，道理显明在世上，是咱以青天的真意。我用着无形界贯穿我这个脑神的记忆，拢是这个记忆，我才会当恢复咱原来母娘要生一种纯真，一种赤子心。这是咱传法的天理，养有咱元灵这个本意。显露是青天神，来到无形这么稳，这就是咱通的顺。一世人，我只有讲天界，接受到无形的原来，会当讲的是天元天意。做主则是咱老母这条心，拢是顺界天。我才有这么啊精金母啊的心，做过这么稳的神。灵魂伊的天界，只有咱来显明原来，有咱一条正法正天神集中。今仔我照着这个规矩中，我照老母啊这个天心，安住着我这世人的心形。今仔我只有照心的内定，传达着咱老母这条原形，出自咱即马这个心意。大母显灵顺天来，做主应化先天在，是咱有母这点气，是带有清楚这个平静心，这是咱传法的天理。大公道这条灵气，显咱顺家这条灵性，开咱的心灵，落来一条正天理。养咱顺母这么啊顺事，显露这是咱的天界，做主这是咱的本来，拢是注定的天性，拢是发射咱家己这粒真心灵魂伊的天性。我只有要表达咱的内定，洗净咱这世人的业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，嘛是咱即马咧讲的业债，咱的灵机。天道是顺天性，咱爱是出天定，无形接触是见无异，度咱清净是这个口语。我以清果这条灵性，带有先天之术，现一清，顺着真理的灵气，抓定个人这个心智，恢复通天咱的本性。来到真稳这尊神明，这就是咱行的正法天性。来讲着顺家咱的天神，有咱本源回天命。再来讲顺家这么啊清，母啊有这点原形。咱再来讲顺母这条心，这是咱用着先天的气，抓定这世人咱的心理。恢复正法这条灵性，开悟咱一世人的心境。灵魂若照天意，咱只有归空无形界，落地清楚咱这个脑海，拢是直通这个先天，拢是神明教咱的明。这是咱随着天元的真相，抓定这粒真正。不应该是通咱家己心内底这条原形，这是咱清楚的天界。咱这粒种类的本性，是咱以观天观神
做主一世人，咱讲的天意，是咱无形这个天地，伫生咱这条灵归正。我有这条清澈的天性，腹内底这条通灵，拢是注定这个天意。咱会当观天显性，灵源本意度咱灵，转咱归来心如镜。咱这条清澈的天，咱才带有老母降落来的心，灵魂有一条灵气。咱行做伙则是顺性，一世人咱要讲的则是天命。灵源显露是天地，清点这条灵轨迹，天元开了进入天性，拍通原来这条心，是咱以心为主。是咱一世人讲的通灵，上苍伊的法界，只有灵做主为大。我有这条敬天本性，再来带有先天合神呐，是咱注定这个天界，是咱见某这个自在，度着青天一点心，咱只有来行向先天的地，这点则是咱顺到位。元灵元性的母神，天元有咱这点性，虚空有咱的清净。我爱是直通无形界，烧通先天这个神，灵魂伊的法界，只有生出着咱清净这个自在，射出着无形这个灵气，做主这条心理，灵伊的清体。咱只有来讲着顺家的心悲，灵源归到现实，转咱清道观天性，灵魂老照天意，是咱归元这条心，上苍有咱这点灵性，来到真理这个本灵，恢复正天则是灵气，来到身躯顶则是咱的最主。我有这条在世天性，通咱的脑神安定，是咱本灵本意，倒转清净咱的元心。阿母啊，爱咱定住，法界爱咱通灵，这是咱清澈的能力。我才有这个本源的性质，参伫咱即马这条主场，这就是咱道家的现象。一粒心嘛，咱会当以清界这个天地，分出来这个虚空神伊的主意，拢是表达这个状况。今日咱爱是清咱家己的心，咱才会当用气来连成咱即马这个声、声话，拢是天地的表达。一世人咱只有讲破，咱内定的天意。心灵的注定，这是咱随着通天一条灵性。一世人，咱要翻转这个天灵，上天伊的灵性，来到无形这条本性，咱再来讲顺母这条心，安住是天理，见咱源头则是心意。我有一条正法正天命，参咱有运顺天行。拢是注定的天，咱再来讲顺家金母啊的心，拍通咱原来这个气场，灵魂有到正法界，生出着通天自在，修咱有稳这条灵气，看出着先天咱的母心，这是咱回到的天性，一粒心佛的本灵，现伫咱即马在世，咱咧讲经。这就是咱清净的天地，无形界，咱的心意，经只有正伫心嘛，无外国取出来啊，无骗家己骗别人的啊。这就是咱讲的理路，顺着通天这条灵性，阿婆阿咧讲的正神啊，现咱有路现世界，修咱通天这个自在，抓定咱家己的心性。这是咱落到的天地，嘛是咱叫起心灵这个原形，一点灵气现出心，
带有咱无形这么正。阿婆阿在讲的是心意，调整咱个人的心性，这是咱恢复青天的真理。塔壳内底阿婆阿予咱生，所以讲咱会当临机应变。现主是无形的需要，咱只有多，咱现主是在组员组气来生，这才会当应合。咱现主是修行，心内底这个完整欢扬，拢是这点灵性，拢是顺教咱的天神灵魂，脑照天理，光阳啊，这个神气，咱才会当团体合咱现主是的本性，这个原则，拢是顺教这个天理，拢是素质来调整。献咱一条正天线，开源转咱的心头明。我爱是这条青天的真意，予我来讲起，正法度咱上天命，转咱道家正实意，度咱归元老母这条心。这拢是通灵的本性，在变变，咱的清净是咱在世这个心。要留搁留，洗搁洗，推搁推哦金，这就是咱讲的天理。金色色咱的灵机，现伫在世间，咱的心啊顺意，天来开灵应天果，定发升天大道，清净修假观行，出窍咱的心病，灵元灵气做天理。开源转咱心见天，上苍来到正法界，开源转过咱的心灵，这是咱顺着真灵。阿母啊，爱咱行是实际，落伫咱即马这条天源，母啊爱咱顺伊的心，正天恢复，通天来，点醒搁在咱的心，这粒真果显的明。这才是咱顺家的心气，拢是定定一世人的心，我才会当通透咱的元神，开源咱的本性，集造咱家己的心，真理显来顺天性，开源五正正天性，无形伊的天意，只有来讲顺家咱的心，有咱这条正法的天。咱再来讲顺教无形界咱的心，灵源本意的天性，转甲咱的心平静。我会当以清界这条灵气，来悟出着这点清净的心病，灵魂脑照天意。我伫高空现出心，开源转过咱的天灵，归咱清净这条心。无形伊个本源灵，爱咱徛正，咱家己个心安静，恢复正理，拢是天界真理通灵，拢是合住。我有这条通天的本性，合咱个人的心显明，上创伊个天理。只有调整咱个人的心气，灵魂带有先天性，咱有老母一点。派咱行正顺界心性，天元有这条灵机，这条真正，咱才会当传播咱的天元本神出定。